这次的展览，我们的主题叫做传功，也就是强调刘老师他的四大技法所传留下来的，啊，将中国的水墨画如何的发扬光大，这是我们这次的主要的目标，所以叫做传功。那我们这一次呢的画作是以刘老师的现代水墨为主，啊，那展出的同学一共有17位，那每个人以4幅，加上刘老师总共有80张的作品在这边展览。他大名鼎鼎的时候，我还没有开始画画呢。所以他的活动啊，他每一次好戏我都跑龙套。为了跑龙套，我穿上我的80年的服装来了。这是我父亲，这是我父亲传给我的。每一次我要跑龙套的，我就穿上来了。啊。今天为了跑龙套，穿上来了。